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先几大轻松一下，我刚刚有点严肃。我今天上是履历五篇啊，我今天上五个小时的课，所以破了。哦，好，那现在我很好奇，我后来我听了一下，我说哦，这么有感情，我说三年哈、哦，是姚淑荣唱的，我找到版等你三年那个，哎、他的歌词就叫三，他的歌名就叫三年，对。静歌，静歌，为什么被静不知道哈、啊？我们听一下，三年要反共，攻大陆。他没有画面，他就是这张唱片。